这菜，这菜也是。你看哦，因公得着，唔免紧啦，唔免紧讲咧做啥，哦，只要你足欢喜诶，哦，你欢喜去做，哦，你适合做啥，你着去奉献，你着去牺牲就好啊。好安尼，哦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人讲做先事啦，当仁不让，当仁不让，哈、哦，当仁不让哦，哦，做先事的代志吼，当仁不让就是讲你爱争取，哦，争取机会啦，哦，唔能讲哦，前辈者要叫你要安怎，哦，啊，着安怎呢？着带体，体，袂啊。买啊，唔啊，唔爱买，袂法度发展，吼、哦、啊！你叫人讲某某人啊，啥物时阵吼、哦、要创啊货，你著，哦，你著爱决断咧，算算咧，嗯，好，决定，哦，迄天拄啊有闲，你无闲你嘛拨，你爱拨啦，有闲，吼、哦，先接起来一个工课吼，生理先接起来啦，后壁再想啦，哦，安尼就对啦。你家己的生活，你有法度去哪里嘛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太太，伊吼足认真，平平讲伫厨房，哦，迄便当要做几若千个，哇，剪菜的刀亲吼，啊有切菜的刀亲，有包便当的刀亲，有咧哦，伊看看鼎的，哦，哦，你看卖一场内底拢爱拍四五十个人。哎、欸，了知影，在迄个时阵切菜差不多无人位，哦，太排排咧，哦，有咧切各类菜，有咧切迄个啥物菜，啥物菜安尼，哦，菜有够多，但是吼、哦，咱若无规定讲吼，厨房吼，啥物是下课十分钟，无咧，哦，我一个太太吼、哦，我想要化妆室，安尼啦。哦，你敢知影？为着惊菜哥叫抢去，你去菜哥我炸入去民宿。你敢看嘛？哦，你看伊是什么？所以你看，哦，你这做心心啊，哦，当仁不让的心，哦，伊就是种疑心奉献的心啦。惊去用笑，惊去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是啊。所以说，以后拢会当成就啦，吼安尼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爱做真正，吼、哦。虽然讲咱是人，但是咱做圣事，你就是骨啦。啊，你若要做圣事吼，就含一般咱先不讲的吼，含一般的动物同款安尼意思。吼、哦，虽然讲这句话吼，大个咧，吼、哦，听了吼，家己咧爱护咧。哦，但是安尼解释了，咱就清楚。道理，你讲啥物？道理无非两句话，两句话，忏悔、感恩，这两句吼，这两粒药啊，爱甲摕当去食，定爱食。哦，咱时时刻刻爱忏。你忏悔，你定忏悔，你就会袂过心。哦，啊，你若定感恩，你就通咧。哦，感恩的人，伊就是包容心咧，伊有爱心咧。哦，所以咱爱定定感恩，感恩哦。对咱歹的人，你嘛爱足感恩，因为虽然甲你刺激，对你足歹。哦，你爱感恩，因为伊在甲你成就啊，甲你成就的人呢，甲你考呢，考真严实呢，上天嘛照这个人咧甲你考呢。你像咱单位，哦，香港啊一个少年的就请困到，清考，入清考完了后，转去上天甲出一个考题。林先生伫香港专门咧食头路，食啥物头路？冷冻库。
哦，香港的迄冷冻库内底是冻啥？牛肉、猪肉、鱼啊，拢冻迄个物件。冻去了后，伊先生吼，来客，嗯，来客，等于就开始食寿星啦。但是先生要食寿星啦，哦，伊即马就安怎呢？放下咧，哦。对咱迄个昆德群啊，滋味，啊，细只个眼睛，两只眼睛，我安尼，可怜，嗯，哦，甚至吼、哦、放掉啦，放掉，变来昆肠，哦，变放火烧，哦，好可怕，大事大条咧，变来昆肠放火烧，好可怕，可怕咧，你讲咧，哦，甚至不干喏。这个昆德的婆婆，她的妈妈，哦，伊妈妈哦，甲因大家哦来找我哈，点卵丝，哦，迄、那个一百万一张原文哦，请你哦，搁甲调转来讲好。小气的千古的原文，拜托我哈，看会当对仙佛偏重些。一张阁甲调转来改改一下啦。嗯。安尼啊，意思讲，互因吼，因媳妇啦，因祖囝吼，唔通互伊食菜啦，啊无顾甲家庭吼，翁婿安尼住咧吼，讨厌啦，安尼啦，哦，我讲吼，无即个病，拢求人，啊有人安尼吼，是安尼啦吼，所以吼，嗯。但是即个咱即个群德太太吼，伊坚持，伊坚持，坚持。啊！你坚持坚持吼，虽然考验，但是你突破哦。即马你敢知影？先生拢住宿舍的好食。哦哦。伊咧上班啊，上班有当时啊，伫香港吼，伊咧算连锁店吼，啊做迄个，算做迄个店长来啥吼，啊规几啊间店的店长，啊暗时拢到七八点啊下班啊。伊先生下班回来拢，住宿舍的互伊食，嗯，哦，啊，你看，你头啊，咱就是讲，因翁是歹人，嗯，无，但是你看卖，经过安尼坚持到底了，因翁是啥？是啥物人啊？变好人，哦，安尼啊，是安尼，你是讲咱迄个客家，哦，一个张太太，哦，就是李经理、李传杰经理的。老爸甲老母，哦，啊，含张太太，迄是，人讲姐弟啦，哦，安尼啊，啊，我听你张太太较早吼，足诚心的，啊，就是同款，准备要迁口，但是因老爸倒啦，倒互因祖囝袂使去食菜，嗯，安尼哦，哦，老爸将祖囝，哦，手牵的。牵来到因的迄个大厅、神明厅，几个？你爱甲祖先上桌，哦，从今以后你袂使食菜，安尼有无？哦，老爸呢？叫祖囝哦，你上桌，你袂使食菜哦，安尼哦。你嘛迄个状态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好，我著上桌，哦。如果我若要食菜，我会去予天公公示。好老了。因老爸听一个天也懵了。啊，倒啦，实在哩。安尼啦，到尾人爸爸妈妈拢食素食，到尾因爸爸拢请假。啊，你甲看，所以吼，拄着挫折考验的时阵，你只有怀着感恩的心。感恩，哦，好歹人拢爱感恩呐，迄种有当只你的贵人，迄种来咧成就你的啦，哦，你唔通甲怨恨呢，你怨恨你就结因果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没有忏悔，怎么知道感恩？拢认为家己有做到本分无？若要做得好？哦，那安尼是要哪去孝顺，去讲其他诶大代志？
所以啊，温魂之后，手机危机去了，哦，咱的温魂之后好哦，啊，咱的伫咱道场的职务，哦，大家将恁的职务拢来做好势，家庭做老母的，做老母的温魂，做爸爸的爸爸的温魂，做囝的囝的温魂，哦，温魂拢修好势。你若做了，你温魂做了会好势，那安尼。其他的大代志，你着做了了事，是安尼个，哦。爱时常承认家己的不是，承认家己的做过错，那安尼你就会进入了地狱。哦，甲咱哦，打包票，哦，你若会当安尼啦，定定承认不是啦，承认家己的做过错，时时改过，哦。别走去地府去，肯承认自己的不是，咱才会当成功，才会成功。哦，就这样。嘿吼，你较早吼，迄老菩萨，咱较早伫圣堂有无？拢年终会课啊，吼，那较早吼，上课拢上到几点？较早七点，嗯，一般拢七点，嗯，哦，较早吼。哦，迄一个天哥吼，迄老菩萨道千年吼，坐到你讲知影，坐到起心动念，哦，就开始在遐，哦，细细念啊，哦，讲规矩，讲规矩，哦，啊拢无衰，啊无衰，哦，啊就讲遐久，安尼啦。生意无做啦，哦，啊，互我咱坐遐久安就对啦，啊，毋得紧耍个安就对，哦，你看，即种个若参加迄个飞哥班，安尼有叫着无？嗯嗯，啊，就带咧证书安尼，去证书安尼，带咧坐袂了安尼，哦，带不耐烦嘞，哦，心袂静，伊要将即个忏悔，啊，当作是足重要个代志。哦，底下咧练，哦，练下去证书，迄嘛是咧忏悔，啊，但是都甲你讲得未清楚啦，啊，底都唔知咧忏悔，牵拖啦，牵拖啦，讲遐久，讲唔煞，安尼，所以吼，修道吼，真正吼，无简单就对啦，吼，哎呀，一切向自己，哦，啊。今仔日吼，准备个菜色吼，通啊头先食头先，第一盘叫做啥物菜？开胃菜，开胃菜了，对。开胃菜食了，那你正式出道去。好好。啊，无下拢讲两盘。好好两盘。两盘有几项货啊？内底几落项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当初安尼讲啊讲到真吼，差不多早起早八讲一大堆，歹势时间已经到。哦，啊，好，那你就还是到家啦，结束到此。啊，就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不久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希望咱啊，我们的啊，五千人各位等人师啦，吼，啊，各位千人大德多多包涵，吼，我看哦，也是拢得耳含羞，耳不归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不久的所在，吼，啊，多多包涵，哦，啊，多多见谅，啊，师傅你记下没有？哦，吼。好